成员弟左右，季瑞只得取线按手，喜未无已。吾不忘代代的富贵，但愿代代有秀才。秀才者，读书之种子也，世家之招牌也，礼义之旗帜也。尊主瑞直从此奋勉加工，为人与为学并进，切戒骄奢二字，则家中风气日后，而诸子直争相琢磨矣。吾自受督办山东军务之命，初九十三日两折，皆己祭地阅看，兹将两次批予超越。吾余念五日起行登州，在河下停泊三日，待遣回之十五营，一概开行；待去之六营，一概拔队。然后解围长行，冒唐部。愿久在北路，你至徐州度暑。九月问准冒唐还乡，永丁有不愿留徐者，一听随冒唐归。总使集中全军，人人荣归，可去可来，无半句闲话，惹人谈论，元帝千万放心，于舌尖牵涩，不能多说话。诸事不甚耐烦，性饮食如常耳。元帝失毒未减，玄之治药物断难收效，总以能养能睡为妙。同治四年五月念五日。